每次我以前做，每次在承包工程，像这个做模型模型板，个老我都当工头，我承包。看到这些工人夏天那么热，太阳底下这样，已经不忍了，买一些冰水，不然就是啤酒，买了两手。好来休息了，休息，就他们工人都对我很好，这工作不错，休息个十分钟也好。原住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你对他好，他会加倍对你好，是这样的。